我们每个人有着不同的遭遇，不同的理想，游荡在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。为了爱恨，也为了活着，开始舍弃自己。后来我们学会了忍耐、妥协、坚持。我们到底要付出什么？怎么倾诉？在无助的时候，如果可以用另一种方式陪伴着你，那该有多美好。能想起三国里边从来无论您听谁能腿薄。明晚八点在抖音来听我第一场线上演唱会。